那古时候没有这么多便利的东西啊，他为什么饿？饿怎么知道的？你看看古人留下来的文字，诗词歌赋，描写当时社会的状况。我们就知道了，那个时候人真有乐啊，乐多苦少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人都能知足，相信命运，相信因果，相信报应。啊，知足常乐。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物质需求的不多，能吃饱，能穿暖，能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很快乐了。啊，他没求啊。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贪欲来的。贪心没有底的，永远不能满足啊，这就太苦了。啊，科学技术带给我们为什么不快乐？带给我们的贪嗔痴，我们堕落在这个里头。啊。所以乐不起来了。今天这个社会贵为天子，啊，富有万亿，不快乐。啊，你说他什么都有啊，还不满足啊？还在贪求啊！啊，真正是他的福报大了。过去生中啊，生生世世累积的善业多啊，今天居这么高的位置，得这么多的财富啊，但是他还不满足。啊，还是苦。啊，般若智慧能带给我们快乐，带给我们幸福美满。这一生幸福，来生更幸福，生生世世不舍幸福。这是般若智慧。啊，有贪嗔痴慢疑的人决定得不到。啊，只有般若能把这个五毒真正的洗刷干净。没有般若智慧，这五毒去不掉啊。